小 S 过去主持节目时，常以讨厌林志玲为由，只找出不少笑点。最近小 S 在新节目中表达对友情的看法，他认为朋友相处要彼此开得起玩笑，于是下一秒就被阿雅反问，林志玲应该是你的好朋友吧。小 S 则机智回应，我想没有人不喜欢林志玲，而且也受够了再跟他演不合的戏码，因为我根本也就不讨厌他。但下一秒小 S 话锋一转，还是忍不住开玩笑说，林志玲也不过就是太高，然后长得有点漂亮，跟金城武演过戏，上过央视泡个水，就我练也 OK 啊。虽然语气听起来是在调侃，但可以听出他其实每一句都在称赞对方。林志玲十二日也转发了该段影片，还附上了一个大哭的表情符号，直呼终于熬过来了。随后还不忘标注小 S， 两人一来一往隔空喊话，也引起了不少关注。缤纷娱乐整理报道。